今天的分享呢，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次新的 Part 2造型。看完今天 Part 2的分享呢，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次的发型变化呢，就是更简单，只要运用一些不一样风格的发带，其实就可以变化出不太一样的感觉。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，不要忘记要帮我按 Like， 帮我 Thumbs up， 那也不要忘记要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到我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上面 follow 我即时的动态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